那么最新消息呢，是在接近中午12点多的时候，台中捷运经过了南屯段文心南路上的时候，是被吊臂给砸中，也造成9名乘客受伤。详细状况，我们交给记者林佳莹。非常高的一个工地，那目前查出来是新复发建设的工地。那这个工地呢，因为他们上面有一个吊车，那这个吊车不晓得什么原因哈，吊出来了。那结果飞出来以后，就砸中了我们正在行进中的车厢。那因为这个车子正在行进当中，就砸中了一个车厢。那所以造成里面有这个乘客哈，那有这个受伤的情形。目前初步刚才上去哈，所有的旅客已经初步的疏散哈。那这个车厢里面呢，有8个人是目前看起来是轻伤。那这8个人已经救出，分别送往这个有3个医院啊，现在在救治，我待会会过去探视。另外还有一个民众刚才掉在他这个砸中的时候，车门打开，那刚才初步判断是有一个女性，她掉在车底下，那现在正在抢救当中哈，那所以现在她的这个状况看起来非常严重，那还不清楚，现在正在抢救当中，所以有一位是重伤，现在还压在车底啊，那他是从这个上面吊车掉下来以后，打破了车门，那车门打开以后，那这位乘客就掉出去了，那所以现在正在这个抢救当中，那其他的8位目前看起来哈已经送医了，那我们这8位名单大概已经初步掌握，那待会呢我跟我们的主管同仁会分别去探视。那这位掉下去现在压在底下在抢急救中的是一位女性，目前还不知道她的身份哈，那现在我们正在抢救当中。那总而言之呢，现在以救人为先，救人为先哈，所以有8位已经送医，有1位正在抢救当中，救人为先，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行进在搭乘这列列车的乘客呢，现在也都已经疏散，现在都已经疏散哈。那第三件事情是，今天因为临时发生这个意外事故，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营运受到部分的影响。那刚才中捷公司初步告诉我，从这个往北走，从市府站到总站啊，总站旧社那个地方呢，照跑照样可以营运。然后另外往南，就是从这个从九张犁啊，从九张犁一直到高铁这站这段也可以跑啊。那今天会继续营运，但是中间发生事故这一段呢，大概从市政府一直到九张犁的这一段呢，今天没有办法来进行营运哈，非常非常的抱歉，因为现在现场还在处理当中。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必须报运安会啊，就是运输安全委员会，那他们看过以后才能够来复试。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中间这段受影响的呢，那交通局立刻启动，交通局跟中捷公司立刻启动它的代营运计划，就是会由这个客车大客车来做接驳的工作。所以我再重述一遍，因为今天有些民众是利用捷运在通勤通学，那尤其4、5点钟开始就会进入高峰，所以呢火车站到往北到台中市政府往北到旧站旧社的总站呢，那会照常营运。另外从九张犁站往南一直到乌日高铁总站也会正常营运，但是中间的这段也是从市政府站走到九张犁站呢，那我们会透过公车或是客运的接驳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请大家把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交通运输调度的资讯哈传播出去，让今天通勤通学的人他可以提早因应。那因为现在大概2、3点钟，那接下来4、5点钟就会进入高峰。那另外呢这附近的道路呢，我们也进行部分路段的哈小范围的封锁，因为要抢救现场哈，而且现场的那个状况刚才才发生，我们还在检视当中，也在报相关的单位，在这个要必须来经过检测以后才有办法来处理哈。所以今天包括从慈济到文心南路这一段呢，那交通封锁，那但是我要特别谢谢我们交通警察的同仁已经站在岗位上了哈，
都已经在进行的交通疏导跟这个转这个指挥当中，所以拜托所有的用路人，包括驾驶跟行人哈，配合我们交通的指挥哈，这样子大家才不会乱。不过总而言之，那对于因为刚才发生，那我们第一时间我们的所有同仁立刻接到消息以后，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包括中介公司的总经理在现场，包括我们交通局的副局长在现场，包括我们的副市长，包括我，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会局的同仁，也民政局的社会局副民政局的首长也在现场，也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的同仁还有都发局的，因为他们要查这个工地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意外。那当然，公安没有做好，要重罚，而且要重重的赔偿，因为不只是打坏我们的这个捷运，那也同时呢，也造成我们营运的一个影响。那最重要是可能造成严重的大家生命财产上的一个损失哈。所以这方面我们都发局也进驻，那法制局相关也会进驻哈。那总而言之，刚发生，让我们先抢救。抢救这个乘客的他本身的一个伤势哈为重哈，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配合我们的一个调度，谢谢大家，谢谢。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个重伤的女性她是怎么样受伤的？现在初步判断哈，那现在因为我们的救护的同仁现在正在抢救当中，那据他们刚才初步传出来的消息。因为现在上面的轨道大家没有办法轻易的进入，很危险哈。那所以现在初步传出来的消息是上面那个车子掉下来打下来以后就打中我们的车厢，那这个应该是把那个车门打破了，所以可能靠这个门窗的这个女性呢，她掉出去压在车底下。那因为车子正在行进当中，目前初步判断是这样子，不过相关的情形还必须等这个相关的包括检察官包括这个救护的人员，包括像这个运安会的人员哈，他们必须到现场来做判断才能清楚。所以这只是初步的消息，也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哈。那因为呢目前是这个我们还是要以真正刚才发生，我们必要去以真正事实的状况那我们会这个掌握时间来向外界来做说明，包括我们这个受伤的情形，那包括整个车次调度的情形包括发生的情形等等，或者是未来应该如何理赔等等之类的哈。那我们会进一步秉持公开透明的方式哈，来向外界来说明。谢谢。请介绍那些救助安全申请啊。现在刚才有最新的消息，黄副市长告诉我，刚才压在车厢底下的这位女性已经救出，那正在送医，最新消息哈。那她已经救出，但是送医。至于她的伤势，可能必须到医院去以后才知道她的生命状况。那这位可能是会最严重的一位，那其他的八位比较轻伤，所以我们已经把她送医，已经在医院里面了哈。所以我待会会去探视。目前分送三个医院哈，一个是中山医，一个是这个中港澄清，还有一个是林星医院哈。那目前八位里面有四位送这个中山医院，有两位送这个林星医院，有两位送中港澄清哈。那目前是大概都已经到医院了，已经有人在进行这个医治哈。那所以我们待会会去慰问哈。那另外呢，刚才这个压在车底下这位女性也已经救出，那只是现在在送医途中，那她的伤势看起来是比较严重哈。那相关的情形必须到医院去抢救以后，那才能跟大家做报告。对于捷运这样子的损失，事后会再就是有损失？当然哈，这个因为它是外力所造成，不是捷运公司造成，它是外力造成的哈。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去调查哈，会去调查。那在这调查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损失，那当然与在公务部门、在政府部门、在民间的民众、乘客部分，应该都会要求要这个求偿理赔。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相关的公安刑事相关的责任哈，因为这个造成公安的一个危害，所以这方面不只是可能会有这个赔偿，
的一个问题，还有这个处分的问题哈。那这个也都是我们现在先以救人为主哈，然后后续会处理。谢谢。好，谢谢大家哈。对对，我们先说要处分，已经确定这个建商负责。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台中市长卢秀燕针对这起公安意外做出的相关说明。那么在九名伤者当中，其中有一名女子的伤势比较严重，已经送医了。更多消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